马上对现场10公里以内范围进行搜查，必须找到李梦露尸体。还有，只要是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媒体和外界，老子毙了他！明白。明白。胆大妄为，抓到这个偷吃贼，我一定亲手处理。三天，你觉着偷吃贼的目的是什么？宁氏师傅，我想先听听您的意思。会不会是一个变态者，极端痴迷李梦露？还有，你觉着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会不会是在李梦露下葬之后不久发生的呢？在起棺之前，我就发现地上有星土，我估计这个偷尸贼就是最近这几天。当然，也不能排除是近几天发生的事情。这样，我建议你去找尸体，找到之后我们再秘密下葬，这样再向社会披露。如果找不到尸体，那我们警界的荣誉可就全丢尽了，我这个局长的乌纱帽也保不住，我的那些孩子们谁来养活呢？桑天，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声誉，我拜托你了，一定要找到李梦露的尸体。这回你要帮我了。要是对方已经把李梦露的尸体给毁了怎么办？这样，我们再去找一具尸体，用这具女尸来代替李梦露。师父，这个世界上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么干行吗？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就按照凶手朱央的思路来处理，造成是像朱央这样的影迷盗走李梦露尸体的假象，然后再制造一个自杀现场，让替死鬼死掉。有了替死鬼，我们就可以解脱了。你看呢？桑田，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左右得了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凶手现在真的是在跟我们抢时间啊！
我们刚刚查到朱央偷砒霜的线索，他就把线索给卡断了。我们刚刚要开棺验尸，他又把尸体给偷走了。偷走尸体杀死朱央，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并不都是坏事情。这恰恰就说明了李梦露的死一定不是自杀，他一定是被人下了毒，被人害死的。朱央被杀一案到现在都还没有头绪，李梦露的尸体又被偷了，这个凶犯现在真的是比我们还活跃啊。哎，局长今天是什么意思啊？让你做个什么明白人，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局长支持我们找到尸源，所以我们不能放弃，更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现在已经锁定了五个嫌疑犯，我想只要我们对这锁定的五个嫌疑犯进行深入的调查就可。现在咱们兵分两路，你和张毅去找尸体，而我呢就盯着这五个人。好。哎，师傅，你觉得这个偷尸人会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我们一般来说都会认为偷尸体的肯定是个男人，因为男人的胆子比较大，但是至于这个偷尸人的背后还有谁，这就很难说，也有可能是个女人。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假设，不过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假设这个偷尸的人就在这五个嫌疑人当中？那这尸体会藏在什么地方呢？冰柜还有新坟。对，我现在就去安排。行动吧。哟，胡小姐，我就不打扰了啊。上天，开棺验尸到底怎么样？我等了你一天的消息了。今天没有开棺验尸，朱央死了。我们现在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了朱央案上。这不是舍近求远吗？朱央只不过是一个买药的人，李梦露到底是不是吃了砒霜中毒？开棺验尸不就知道了吗？为什么要绕到朱央被杀那去？这也是一桩命案呢。我不明白，你们怎么一会儿就变了？好吧，那你告诉我，朱央的案子到底查得怎么样了？还没有头绪。你骗人！你有事情瞒着我，你们这么多人怎么会查不出头绪来呢？我说的是实话。我不信，你肯定有什么隐情，不愿意告诉我，也不敢告诉我。微微，你知道的。我不会放弃。我也不会放弃，我是记者，我会自己查出来的。为什么不开棺验尸？你有你的职责，我也有我的使命，就是伸张正义。警察局的，看一下你们的冰柜。这个人来无踪去无影。黄包车。
我们是警察局的，看一下太平间，你们现在有几具三十岁以下的女尸？有三具，看一下。哦，在这边。师傅，刚刚他们在找什么人啊？老师傅，这点钱你拿着去买点酒喝，你拿着吧。他们刚刚到底在找什么人？我是新闻报的记者。他们在查对什么尸体？专门找女尸看。哦，那他们在找什么人的尸体？他们没有说，只是在找三十岁以下的女人的尸体，院长就必须接待他们。李梦露的尸体不见了，警察局开棺验尸后没有消息，警察局号称暂时不开棺，可是又全程大找尸体，这说明警察局是在开棺验尸后才发现尸体不见的。这是我分析出来的。天哪，这可是条爆炸性的新闻呐！这是关于电影明星死后的新闻。好东西，好东西啊！马上排版，我们的广告大客户会越来越多了。胡薇薇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把李梦露尸体丢失的事情给捅出来了。好事啊。这怎么还是好事？你想想，这件事情被捅出来了，对于那些喜欢李梦露或者是同情李梦露的人来说，他们怎么会容忍这种事情呢？这就逼着我们局长必须加大人力物力去找到李梦露的尸体，那咱们的案件就有戏了。谁把这个消息给透露出去了？老子毙了他！罗桑天，你这个内贼，今天我要杀了你！局长，我看罗太太不会那么傻，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记者吧。局长，我们局最近出了大量的警力去寻找李梦露的尸体，这么大范围的找，记者是傻子也被惊动了，更何况一个神通广大的胡薇薇呢？您知道她的背景吗？您知道她的身份吗？都不要说了，今天早上市长把我叫去臭骂了一顿，市政府参议室要求我们立即把李梦露的尸体找回来，可你们说说，上海埋尸体的地方这么多，我们到哪儿找去？我看这样吧，局长，您也不用发那么大的火，这事儿还没到火烧眉毛呢，这上峰有上峰的指示，这我们也得有我们的对策，难道我们就这么束手就擒？我的意思是由局长您签个字
给全上海市民发个公告，就说这个新闻报报道的这个消息是个假消息，我们严正声明绝无此事。李梦露的尸体本局尚未开棺验尸，因为本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侦破其他众多的命案。这倒不是唯一一个办法，至少我们可以先对付一阵，等这个舆论平息了，这事儿也就得过且过了。到那个时候，我们找到李梦露的尸体，再给公众一个交代，大家说是不是啊？是啊，这地方好，不错，不错，不错。好了，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这一会儿李梦露尸体不见了，一会儿又没开棺验尸，这简直是在闹鬼啊！我受不了了。你还在为已经死了的李梦露着急呀？应桂玉，你先把自己的事情想清楚了，你现在还在保释期。施玉泉，你以为你能脱得了身吗？你可别忘了，你当初办报纸的钱就是从李梦露那里来的。哼，我怎么可能伤害李梦露？那你相信是我一个女人干的？别忘了，你身后还有一堆人。你，我当初嫁给你就是看上你年轻有为，宏图大展，可我真没想到你飞黄腾达的背后竟然有这么丑陋的事情。我恨我自己，我恨你。你恨我？如果你杀了人藏了尸，天理不容。你疯了吧你？我一个女人能藏什么尸体啊？别说藏尸体了，我提起尸体我就发抖了。你弟弟不是一直说要帮你吗？好好好，我们不吵了，吵也没有用，还是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度过这个难关。没有人吧？今天我去报社已经有人跟踪了。今天下午我和阿姨去买菜，好像也有人跟踪。你看看，你到底做了什么，让这帮警察死死地盯着我们？没想到，你是个出生名门、知书晓理的人，你就不能宽容豁达一点吗？我和李梦露之间早已结束了。你天天念叨他，这还叫结束了？你刚才还在惦记李梦露的尸体呢。好好好，我们不吵了。你能不能把事情的真实情况告诉我？告诉你什么呀？该说的我早已经说清楚了。那为什么他们死死地盯着我们？我哪里晓得了？你不讲出来，他们找到了证据，到时候你吃了官司，我肯定帮不了你。
玉泉，杀人投毒，甚至盗尸，这样的事情我是做不出来的。我只做过一件事情，可也是为了我们的家庭啊。你做过什么事情？老实说出来。我去找过李梦露，我求你，不要再缠着我丈夫了，把我丈夫还给我，让我们家里安宁一点。你不要在这里闹了。如果说把男人还给谁的话，应该是你还给我吧？你，我认识他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如果不是我帮他，他根本不会有今天。你倒好，跑到片场来闹事。我不是来闹事，我是来求你。依我看，你一点女人魅力都没有。我唯一拥有的是忠实自己的丈夫。我还没有结婚，我有选择的权利。即便是别人的丈夫，爱情是没有界限的。你太自私了，这可能就是你的悲剧。你今后一定会发生悲剧的。你什么意思？像你这么做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怎么？你跑到这里来是来威胁我的？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李梦露一直在勾引我的丈夫。我们这是片场，我们还要拍戏，请你马上离开。我告诉你，我李梦露敢爱敢恨。什么没有好下场？你不要威胁我，你有这个胆量？我就这样去找过他，让他离开你。我这是爱你啊。爱我你也不能到片场去吵架呀。我和李梦露好着的时候，我还是个文学青年，我今天有的一切都是他帮的忙，他对于我来说是有恩的。我知道，可是我妒忌。李梦露尸体不见了，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呢？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了？不是警察局已经发表公告说没有李梦露尸体被盗的说法吗？哼，无风不起浪，警察局的公告一定要从反面去看。怎么又是你啊？是我怎么了？我出来走走。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每次都在和李梦露有关系的地方遇见。我听不明白。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不知道。你的戏拍得怎么样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李梦珠，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是汪丽丽，不是李梦珠。告诉我，你来这里做什么？我说过了，我就是到处走走。恐怕没那么简单。那你说我来这里干什么？那户人家的主人叫做施玉泉，他的太太叫殷桂玉。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边，我们排定的几个嫌疑人的家里面都遭窃了。这个小偷不偷金银财宝，专偷他们的信件和一些电话号码，尤其是他们家殷桂玉的几封信
被偷走了。有意思的是，那警服信在几天之后却放在了我的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你的故事很有意思。比这有意思的还有呢。可是我不想听。等等，你知道我在这儿等谁吗？跟我好像也没有关系吧。我在这儿等那个不偷金银财宝专偷信件的盗窃者。等到了吗？我相信我等到了。你不会怀疑我就是那个盗窃者吧？我为什么要盗窃？而且我对你的故事根本就不感兴趣。我觉得你特别感兴趣。你不是在排悼念李梦露的戏吗？你的老师难道没有跟你说过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个道理吗？嗯？天凉了，出来走走的时候多穿点衣服。还有像你这样的一个弱女子，在兵荒马乱的上海别乱走。谢谢。姑姑，我每次来看你，怎么都看不到大明星啊？他呀，现在是上海滩的红明星，整天都在拍电影、演文明剧呢。他30多了，还没有结婚啊？家里养了个小白脸，两个人啊，天天吵架，真是一对冤家。哎，姑姑，嗯，你上回把大明星扔的衣服给我，我穿去学校。学校里同学都说好看，还说我像大明星呢。真的？嗯。哎，说到衣服，我这一次有一双很漂亮的鞋，我去拿来给你看，你等着啊。嗯。这么好的鞋还很新呢，他都没穿几次，让我扔得远远的，我舍不得。你看看，好漂亮啊。正合适。真漂亮，你穿上它更像大明星了。好漂亮啊，我喜欢。喜欢就穿到学校去啊。嗯。这鞋是你的？是我姑姑给我的。你姑姑是凤日美家的阿姨？是的。这双鞋是你姑姑买给你的？不是，是大明星凤日美不要了，我姑姑留给我的。你说的是实话？我姑姑说凤日美前一阵子让她把这双鞋给扔了，我姑姑舍不得，看了还蛮新的，就留给了我。我姑姑经常把凤日美不要的衣服裤子都留给我穿的。传讯凤日美，什么事情把我请到这里来？这么吓人！告诉你啊，我凤日美可不是好惹的。这双鞋是谁的？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是霓裳鞋店去年最流行的款式。这双鞋是38码，
你有一双。在李梦露家里边，偷到李梦露病历和婴儿衣服的那个盗贼穿的也是这双鞋，也是38码。如果你记性还不差的话，我曾经问过你有没有这双鞋，你说没有。但是在一个月以前，在你的家里面我们找到了这双鞋的盒子，但是没有找到这双鞋。可是今天呢，在你家阿姨的外甥女的脚上我们发现了这双鞋。据她的证词说，你让阿姨把这双鞋给扔了，但是阿姨没有扔。说吧，你是怎么杀死李梦露的？为什么要偷李梦露的病历和婴儿衣服？还有，是不是你让朱央买了砒霜给李梦露的？李梦露的尸体在什么地方？天大的冤枉！我没有杀李梦露，李梦露怀孕还是你第一次到我家问我话的时候，我从你那里得到的。朱什么？杨什么？他是什么人？吓死人了！我怎么敢偷李梦露的尸体？你不老实。我没干，我真的没干。朱央，你真的不认识吗？是什么人？我从来就没听说过。那我之前问你有没有这双鞋，你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要撒谎？我当时是怕惹事儿，因为我跟李梦露的矛盾谁都知道，而且那天我确实当着众人的面说过叫她不得好死，叫她死得很难看。所以啊，李梦露一死，你们肯定会把我当作重要怀疑对象，对吧？所以那天拿出的鞋样，我一看我就撒谎了，我是怕惹火烧身呀。你记不记得有部电影叫做《死亡的证明》？我记得啊。你不觉得李梦露的死和电影的结局非常的像吗？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好，你说你没有杀李梦露，朱央你也不认识，李梦露的尸体在哪儿你也不知道，但是没有人可以证明李梦露家里面被盗的那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所以你仍然有杀人的嫌疑。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我们邻居家来敲我家的门，我没有开，他是带着他女儿来敲的房门，前后应该是两次。第一次应该是7点，一次应该是9点半。这些情况上次为什么不说？我害怕了，慌了，忘了。我要传讯你的邻居，那天我确实带着女儿敲了2次丰荣美家的门，一次是7点钟左右，另外一次应该是2小时以后，可丰荣美家没有人。你找丰荣美干嘛？我爸爸找丰荣美大明星是想让丰荣美大明星带我去片台当小演员，我想当秀兰邓波尔。虽然有人可以证明你不具有偷盗李梦露病历和婴儿衣服的时间，但是李梦露被杀死或者是被下毒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情，没有人可以证明，所以你还具有杀害李梦露的可能。鉴于这一点，我可以放了你，但是你不可以随意的离开上海。晓得了，晓得了。告诉你啊，我好好的一个人被你们弄到这里来，我要找市长去评理去。到时候啊，你罗桑天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我是执行公务，就算是市长来了，我也得破案呢。等等，你穿过这双鞋到过什么地方？这我可不记得了，都半年了，去过很多地方啊。这双鞋我很喜欢它，买了那一个月前后穿了很多次。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偷穿了你的鞋。
这我可不知道了，心好好的在我家，谁会了偷走了穿呀、啊？行了，脱了。知道今天为什么传讯你吗？我知道，怀疑我和李梦露的死有关。但是罗探长，这双鞋我连脚面都塞不进去，我怎么砸碎李梦露家窗户的玻璃，进屋子上楼，偷走李梦露的病历和孩子衣服，最后又下楼逃跑了呢？我得在李梦露家的楼梯上摔多少跟头啊？啊？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刘烨，我问你。你觉得在你身边谁最具有杀害李梦露的嫌疑啊？我要是知道我早告诉你了。凤仁美呢？你不是一直和凤仁美住一块吗？我告诉你，哪一天我们知道了凤仁美就是凶手，你今天不说，你就是共犯，共犯也是一样要吃官司的。罗探长，我总不能编造出一个杀人凶手吧？啊？朱央你认识吗？谁啊？朱央不认识。那电影《死亡的证明》你看过吗？看过。这电影里边李梦露死亡的方法和现实中李梦露死亡的现场你是怎么看的？我没什么看法。这是上海滩开埠以来最大的谜案了，这个凶手给我们设的局也太难了。我们连续找了一个星期，连李梦露尸体的影子都没见着。那个凤仁美刚刚浮出水面又掉进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拨开迷雾见晴天呢。别着急，快了。现在我们改剧本。李梦露的死有问题，社会上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的剧本就不能虚假。我不同意。现在报纸上只是在争论，官方还没有结论。写李梦露是被人杀害，这到底是不是事实呢？反正社会上关于李梦露的死亡谣传很多，一个艺术作品，我们为什么要参与社会上的事情呢？一个李梦露的死搞得我们人人都不得安宁，前几天警察还找我去问话，查了半天反而查一到我头上来了。什么李梦露是他杀？李梦露就是自杀。不对，对于李梦露的死我一直有疑虑，现在社会上围绕着这件事情掀起了这么大的波浪，我的剧本必须重新改。我就要大声地问一句，是谁害死了李梦露？是谁？这就是我的主题。李梦露就是自杀，要是改成他杀绝对不行。什么不行？你根本就不适合演这个角色。你什么意思？你们现在不是为了票房吗？那现在整个上海滩就我凤仁没有这个号召力。这就是你一直想得到的，现在你得到了，满意了吧？你什么意思刘小荣啊？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竟敢说这样的话，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杀害了李梦露啊？我给他下了药，然后我把他推下了楼，甚至我还把他尸体藏起来了。